香港元朗大旗岭村村民，各位兄弟姊妹叔伯，我你哋要识噶，你晓得笑。我今日做呢个视频就要公审大旗岭村依家现任嗰个村长黄柏贤呢个打靶仔。哇！初初困我阵时啊，佢得噶啦，佢话特首哥，只有我黄柏贤做嗰啲麒麟锣鼓啊，啊锣鼓叉啊，啊兵器啊，同你搞掂，所有客家人所用嘅嘢，咁我咪信佢咯，系嘛？我本来唔系俾佢做嘅，系俾另外一个师侄做嘅，啊姓郭嘅。但系嗰个咪姓张啊，而家已扑我街啦，死咗啦！啊，张安个冇俾佢做，俾阿柏贤做。咦，我愕然咯，我点解会俾叫我俾黄柏贤做嘅？佢不嬲都唔识功夫嘅，冇学过功夫噶大旗岭。啊，咁既然你做大师兄，咁样嗌到咯，我咪好咁啊。俾阿黄柏贤做咯，但系做好出嚟大头佛啊！我有两只全身龙凤麒麟，有公有乸嘅，一龙一凤，全身噶要。佢话要8000蚊一个，得唔紧要，10000蚊我都俾。好啊，嚟到咧就货不对版啦。各位，我已经好忍让你噶啦，黄柏贤，我忍咗你6年啦。好多人问我系咪惊咗个姓张啊？嗰你哋话大圣，同埋嗰个咩阿九牌刘少雄，佢哋嗌红叔。各位，我又冇问你借。黄柏贤冇食你嘅饭，吓、啊、冇打你嘅锣鼓，我仲问你爱几多钱手续费啊？啊居马费啊？哇！你大方到唔使噶啦，阿德修哥哥，一场叔侄，我同你做，咁样我就好感激你吓、啊。原来呢个咁嘅冚家产呢离开围村10年8年，走出湾仔铜锣湾边沟道出嚟行，啊，入咗个黑帮叫和合道，动不动唔中意人哋又爆人哋樽。阿黄柏贤，喂，我真系好想你啊，嚟爆下我樽啦，啊，打下条河。嗱，我一得手今年就75岁。6、7岁就已经嚟美国，我从来未惊人打过，因为我唔撩人哋，我唔会呃人哋，我心以心为心，你系我同村兄弟、同门兄弟，啊，哦，原来你真系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也谂住就系有张安啊呢、这个短命鬼，同埋嗰个刘少雄。老实讲啊，就算刘少雄阿九牌啊，拜师啊拜阿李世强嗰时，系同我同一期啊。我阿哥邱道宏同我讲，唔啱啲嘢唔啱，而啱而且唔啱样，周掉何呀，老弟。呢嘢就我阿哥讲客家话，唔啱就唔啱 ，OK？ 咁样俾人哋呃，根本上呢个冚家产，如果冇阿九牌同张安撑住佢，佢够胆呃我，我要顺便我屌你个老母啊！九牌，我一手指笃捻死你，扑你个臭鸡！仲有你啊，黄佩林，呢个扑街啊，蒸三角面嚟嘅。女人寒脆啲打，我真系咁大个仔未听过。呢度嗰啲人都话：，喂，你大旗你喺度用女人脆啲打咩？冇啊，
不老南边吹笛打了没事，你太阳，哇，王佩老你在攞起个笛打啊，有花园，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听到呢啲华侨傻捻晒啊！哎，本人制啊，吹笛打咩？唱上吹笛打做咩？佢就夹你份吓，生佢做五。哎，本人啊，即系生咗仔女啲女人，我哋客家话叫本人，屙捻咗蛋嘅。哇，黄伯，你真系唔肯怕丑，我发觉你真系丢捻假大铁岭村，丢假所有客家人嘅啊 ，preparation。你个扑街嚟话，唔单止咁啊，你丢假咗麒麟客家人嘅 system。我觉得你真系好捻可怜啊，黄伯人，打你又唔够胆同人打，做又唔够胆同人做。屌你老母臭系缩头乌龟，叫我声八婆你个女出嚟，几个你啊？你唔好闹我老豆啊！闹我老豆，我对你唔客气啊！有咩唔客气啊？吓，黄佩林，我一个正式讲俾你听，想嘈交放马过嚟，想打交俾埋机票你，我翻嚟香港一定 call 你，你唔好咁快死喎、啊！你班人喎、啊，真系唔好咁快死啊！小心啲食饭，我怕你班冚家铲食茶。嗰啲食错嘢生 cancer 死捻咗，饿饿捻啊！阿客家佬话斋，我念臭款啦。新界围村人不嬲都好淳朴嘅，但唔知点解会出到你呢两父女，同埋你妈嗰个第六全国九排阿叫排阿尖叫练嘢，一含假衬吓，俾两个烧卖你食啊！你要嗌你做阿爸吓、啊，大言不惭，边个想打？同我刘少雄打啊！好多人听到话佢咪好嬲好打，我打打乜都冇力啦。佢做乜卵样细路仔俾人打到大嘅？包括你啦，好打交啲人啊，移民走卵晒，河中无鱼，咪虾毛自大咯。我忍咗你六年。啊！同你讲，我唔系惊咗你，我亦都唔系话俾面任何人，唔需要俾面。我同你讲，你一定要赔翻个麒麟俾我。如果唔系，你正正地喺 Facebook 视频同我认句错。如果唔系，仲烂口仲粗口啲嘢，一个人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是不是你扑街冚家产啊，黄佩林你两父女正冚家产嚟㗎，九排你都扑街，你就教宗啊，等等。